陈思阳，你刚刚要演一下，你太顺其自然就过来了。因为我刚刚是你，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我包成这样，你还看得到？看得出来那么好认的看笑。我们今天是要来做突袭访问之自己的午餐自己争取。你有看到桌上的午餐吗？有。你想吃哪一份？都想吃，没有，今天只有一份。等一下赢得我们的快问快答挑战的时候，赢的话就可以拿到我们豪华版午餐，为你量身打造的麦穗鸡。哦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最爱吃麦穗鸡，对，我喜欢吃，是辣的吗？有辣的，辣的，辣味的，特别挑辣味的。然后失败的话，你就只能得到平民版午餐，厨师加白开水。好可怜。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好，我们信心打喊话一下，信心喊话一下。什么信心？对，要怎么信心喊话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可以的。好，我可以的。哎、欸、嘿，小兵，你怎么在吃？欸、不要吃我薯条。他是他的奖品啊！好啦，我们等一下挑战准备开始喽。预备，开始。爱不爱丽丝的男主角是王可元。3+8×7等于几？3+8×7=56+59。爱不爱丽丝每周星期几几点播出？每周三9:30。陈思雅在爱不爱丽丝的身份是什么？俏花。哥哥。好，那十二生肖的动物为何？啊，鼠牛虎兔。啊，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爱不爱丽丝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？爱丽丝梦游仙境。答对。答对。陈思雅第一次出演的戏剧是哪一部？第一次出演的戏剧《闯入事务所》。爱不爱丽丝的女主角是？李佳颖。哇，你还想一下，今年是什么年？生肖年。哇。猪吗？可以选择跳过。猪。不是。在剧中，什么东西可以看穿男人的本质？放大镜吗？对。那爱不爱丽丝是哪一个平台的原创 ？Bido。大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？大番茄是蔬菜。蔬菜。许凯浩接送你的车是什么颜色？谁知道？红色，红色。任意三角形三个角的角度总和为180。烧烫伤急救五步骤是？谁知道？哎、欸，是冲冲红茶。不是，那是洗手啦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跳过。通通报再送啦！恭喜我们思雅答对13题，可以得到豪华版午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把你松绑的动作。你会不会把小拇指剪掉？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，小拇指很贵哦。哦，没事吧？小拇指都还在，没事，还在。好好。耶、yeah, ，重获自由、欸！你居然得到了豪华的哎！对啊，我觉得你们题目出的太简，你们太小……我觉得他好啦，现在要来进行访问啦！你可以边享用你的豪华午餐，然后边回答我，现在就轻松自在。冷掉，冷掉了吗？啊，没办法，你就将就嘛，好不好？那思雅，我们介绍一下在《爱不爱丽丝》中饰演的角色以及她的个性为何？饰演角色呢是一个职场优雅。清纯可爱，人见人爱的校花。哎，你前面是自己家的吗？不是啊，这是那个剧情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是真的吗？这是那个制作人给你的角色个性。制作人给我的角色个性。哦，就是、那身为女团的团长，啊，这次接获这个出演的那个角色，让你心情如何？首先呢，很开心可以接演《爱不爱丽丝》，就是客串这个角色，然后谢谢剧组给了我这样的机会。然后，因为这次角色是演校花嘛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其实也没当过校花，算是。体验了一下一个新的人生，也没坐过跑车，也坐了跑车，算是弥补了一些人生的遗憾。对，希望下次可以演长一点，就是因为毕竟我只拍了一天， oh, okay. 当校花只当一天，希望下次可以当久一点。下一部戏希望再塞一个校花的角色。不是要当女主角吗？你刚刚不在快问快答里面想要把李佳颖做掉吗？先不用当女主角。校花，可以笑的笑。我们翔哥脱格演出，我配角就好，配角配角就好。哎、欸，不当不想当女主角，先不用。不当女主角，觉得压力大是吗？对，压力有点大。我还要再多历练一点。好 ，OK， 相当谦虚。哎、欸，他都演过《爬虾》了，有什么好怕？对啊，你看你小时候还演过《艾莎17》《求婚事务所》，那都是小时候啊。现在长大不一样啊，人都是长大的。最后来宣传一下《爱不爱丽丝》的每周上线时程跟露出的平台。每周三的9:30在 Fido TV 全球首播，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谢谢思雅参加我们这次的快问快答挑战，希望你们这个单元可以持续下去。耶、yeah! ！那你是不是下一个团员呢？下一
你想要仿谁？我想要仿谁？可以。许愿池，快点！我可以讲别团的吗？你想要讲仿 Six 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下一个还是继续仿你啦，继续仿你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